三、四。各位小伙伴，你们好呀！我是老闪闪，今天老闪闪要挑战狗哥，我要和狗哥打一架，让他知道谁是才是我们家的主人。一号选手狗哥，一只3岁的哈士奇，发表下你的感言，发表你的感言啊！二号选手老闪闪，一个身经百战的格斗家。狗哥现在已经热身结束了，狗哥你是不是很亢奋？不要动手了。首先，我也要热个身，我要抱狗哥进行深蹲，我们先来个20个。鞭子鸟哥，鸟子鸟。你不要挣扎，也不要舔我脸，不要舔我脸，你不要冲！啊啊啊！我要我要我！好气啊！他爪子应该划到我的胳膊了，好冲啊！一，我站不起来，我站不起来，啊！这狗现在多少斤啊？狗哥，你最近吃了什么呀？你好重哦！你下来吧 ，Round One， 拜拜。狗哥，过来一战。狗哥，逼我，这是你逼我的。狗哥舒服吗？狗哥舒服吗？别滋尿啊，千万别滋尿。 Round 2， 老闪闪获胜。还有谁说我打不过狗哥的？你看这个，我把狗哥按在地上服服帖帖的。狗肉一定要经过千百次的捶打才能有嚼劲。你看这腿，干嘛干嘛，躺着躺着。裁判10秒。闭眼吧，闭眼吧。这次刚刚那个姿势其实是摔跤界的经典姿势，但是用出来好像不和谐，所以我到底怎么跟他打呢？我今天压在他身上。还有谁说我老闪打不过哈士奇的？躺下躺下，继续装呀，回头给你肉吃。呀哒。